对，但是可能会毛是真的。最近好像没穿。原来是又是加餐时吗？有点毛。应该把它藏起来。因为侧面会看上啊。好，就好。就让它。对对对。我这个是水，我要放下面。不要了，它就。哎，可是你这样好吗？没关系，我应该。水放桌面应该也是可以。或者是我帮你旁边放一个小椅子让它放。嗯，放一个绿色的椅子。绿色凳子，这样你会放，不然你还要弯下去。这个椅子好了，这个椅子不是超好。给我点意见吗？可以说。妈妈的，我要管你，他管不动了。不是啊，不是，我记完了。我还要拿脚，你不是好肥啊？你大二。我连紧张到你叫什么名字我都忘了。这边。你要做好。下来拿个脚。而且不能有小动作，我都很奇怪。不是就，就我就还是应该这样做。现在从后面先开始，然后呢？他们开始比赛以后，你就坐回来了，你就可以离开了。现在拿那个，我站，我站。黄老师，你那个手讲的时候不要伸起来，就直接讲就好了。坐在那边啊，我在外面走。对，坐在那，我要先。就是用讲的，不要比手势这样子，对。看着前面这样子，看镜头这边。看是一台镜头，这个手机的镜头。红玲，等一下。啊，月玲没带。我这里的。好。搞得好紧张。别紧张，没有什么，就是自然一点啦。只是说自然一点。哎，这个比较干净。还是坐直一点，比较好看。你看那个黑加加跟那个谁，他们哇哦，对，而且他那个桌子很低，他还可以坐这么，从头到尾都是坐那样的，真的好，你们加油。好直播，不然这样的话，看看。我已经坐直一点，我已经坐了，我已经会，不是你反这样的话，已经坐直一点。我不行了，这样太累了。我这样子没有办法下足好棋。对，我这样没办法下足好棋。没关系，一开始先停住，中间的时候慢慢松散一下，再慢慢。哦，但是太夸张了。现在就上镜头了，注意了，不要再那个了，讲话了。好 ，OK， 我这样就好。对，中要先开吗？因为中路不标准。嗯，等一下，还有五分钟。好，啊，要先看。对，这样就对。他有东西写。哎。我这边要下指令喽，他们画面马上要切入你们这个画面了。我说可以的时候，他们要切进来了，所以你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可以了啊。今天呢，我们经过两天哈，两天的预赛跟复赛，那么我们现在啊看到了两位啊，卓红玲跟陈怡珍两位女子选手进行了最后的决赛。那么现在宣布啊，这一轮比赛开始。
开始。为什么不用跳吗？它只能向跟各向过。没有，这张它还在这里。来来，我们来这边。哪个？先从马桩的时候给大家。对对对，它有一个机会可以时间点。对，我有。后面那边，你这个手，你这个有一手机后后来这里是比较凶的。你是向走来这里吧？对不对？这个有一个向。可是我不喜，你知道，我不喜欢走这个。我觉得你可能准备我做我努力我努力走反正你想问你思考我因为很少问你这样的话也是应该走其他的走这不行走这个就是你其他都已经想说我想说我扎不进去可是可以躲你对我也是三百我三百五十三这一手